Hello， 大家晚安。我在打光是不是不太好啊？在打光还行吗？因为我又换了一个方向直播。Hello， 大家晚安。这个光是不是不太行啊？怎么办？我的光线怎么样比较好？Hello， 大家晚安。Hello。这光还行吗？怎么觉得光打起来我的脸好像很反光啊，看起来很油比较黄，是可以白一点啦，白一点是这样比较好吗？白色的光怎么觉得这光打起来脸很油的感觉我是不是要压一下蜜粉？为什么这光看起来脸很油？ Hello， 大家晚安。白色比较可爱啊，我脸是不是很油？我是不是需要？我觉得我好像需要压一下。我明明才刚换好没多久，刚刚还有补妆嘞。Hello， 还是打光的关系。锦衣卫你好，小白你好，还是还好啊。可是我明明才是打光的关系嘛，这光可以吗？大家还行。谢谢小白送的我来签到，谢谢小白。Hello， 谢谢阿元分享的直播间，可以吗？这个光，我又换了一个角度，因为就是，之前的床是放在地板上的，但是因为放地板上会直接接触到地面嘛，就是睡觉的话，床不是直接接触到地板不太好嘛，会有一些湿气啊什么的。所以就是，啊，怎么觉得脸看起来好油哦？是这个打光的关系吗？然后就是因为床不是接触到地面不太好吗？所以就是室友他买了，他因为他之前的床架他不太想要了，所以他就买了一个新的床架，然后他旧的床架就给我，这样我就不用买了。所以我就是房间多了一个床架，比较大一点，所以就是换了一下。房间的摆设，所以就换了一个位置。怎么办？我的脸是不是很油？不行，我要压一下蜜粉。我决定我去拿一下，不然我要被你们笑怎么办？要被你们笑，我的蜜粉。为什么我床好像会有湿气还是什么的？就是不太好的样子。去吧，啊，就有穿短裤，改一下。还蛮笑的，咖啡香的。我来决定来补妆一下，补妆我的镜子，还是我直接这样补，可以吗？这打光感觉看起来脸很油，是不是要换一个打光方式啊？还是我打亮打太亮？Hello， 刚刚晚安，是我打亮打太亮吗？还是真的有点油？还是这个打光的关系？我觉得是打光的关系啊，感觉是你整个画面，我也觉得是打光的关系耶。怎么办？再暗一点吗？好像要再暗一点哎，那我调暗一点，这样呢？这样好一点吧？这样。这样吗？这样吗？刚有的房这样可以吗？还是再亮一点？这样还是这样？这样比较好，还是这样？你们选一个，这样好了。这样吗？这样可以是不是？那我刚刚打太亮了，好一点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，这个好还是上一个好？先给大家选，现在是这个是暗的，好可怕的图好吗？刚磕完完开，这个是暗的，然后这个是按错了，这个是暗的，看好了，这个是暗的，这个是亮的，是不是暗一点比较好？这个好，那就这个吧。Hello， 央红晚安，暗的好，这样是刚刚太亮了，是不是 ？OK， 谢谢草莓酱的。告白气球，Hello， 好久不见大家。
粉丝滤镜全开都一样。因为我刚刚讲到哪里？妮妮给的灯吗？对，这就是妮妮给的灯。因为房间多了一个床架，所以就是比较房间的摆设又重新用了一下。谢谢草莓酱的凤梨，投票投起来，等一下好好宣传一下投票。所以就是换了一下房间的摆设，所以就又换了一面直播的墙壁。对，我之前是在这一面墙，现在是朝这一面墙。萝莉给大姐姐的，我才不是什么大姐姐嘞。好啦，是新住所，没错。Hello， 博婷你好，博婷你好，投票投起来，谢谢阿豪送我纯白彩蛋，谢谢阿豪。而且我房间真的没，因为我现在平日都还是会住在原本的家嘛，就是要上学什么的，所以假日会过来，然后感觉好像每次假日回来，这个房间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，就是会改一下摆设什么的，好像每次回来都有一点点不一样，越来越有自己的房间的感觉。谢谢季风亮的凤梨，对我来说品涵还是小妹妹呢，没错。今天要来完成上次的拼图，但是我想说后面再来好了。今天工作的时候被狗咬，还好有路人帮忙。被狗咬也太痛了吧，太可怕了吧。那你有没有去医院啊？因为有时候被狗咬不是会有一些细菌啊还是什么的，你有没有去医院看一下？ Hello， 谢谢 Blurin 送我果汁。这背景还有少女风，这是那个枕头，买床垫送的枕头。要打破伤风，对，要记得被狗咬，记得去医院看一下哦，不然会有一些细菌什么之类的，有点危险。谢谢海海送的大声说爱你，粉粉的。这几天好热，不觉得今天超热吗？今天出门超级爆热。谢谢空叶送我凤梨。那被平寒僵尸咬呢？谢谢甲骨文的超傻眼猫咪。被平寒咬的话也要送，被平寒咬的话应该是要，就是打一下那个疫苗，可以解救新型病毒的疫苗，平寒病毒。Hello， 总觉得好久不见了，而且好久没有在假日直播了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就是平常。最近不太想在假日直播，因为我觉得假日就是假日，我就不想要直播，所以我就之前直播都排在平日，然后但是因为这个礼拜有点忙，然后在忙着期中的东西，期中考的东西，所以我就假日选择今天播。我想说假日要有假日的感觉，就是真的放假，所以我现在大部分的直播都是排在平日的晚上，然后假日就可以放假。但虽然这礼拜就是准备期中考有点忙碌。谢谢阿米送我玫瑰，谢谢阿华的掌声鼓励。只有假日才能看到平安。期中考完了吗？我们考了两个礼拜耶，因为就是我不是美容科的嘛，然后有分技术考跟笔试的考试，但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就是之前都是会集合大家一起考试，就是整个班上坐满满的考试嘛，就是有修，通常大五专或是大学不都是有修这门课的，自己上网查考试的课表，然后哪一节要到哪一间教室自己去考，这样对不对？但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就是不集中考试了，就变成班上随堂考，就是你上课的老师可能这一周是期中考，然后老师就是自己在班上上课的时候考期中考，就不集合大家一起考试，怕人太多，有点现在比较微妙的时期，所以就是期中考就是班上随堂考，然后我们就考了两个礼拜，就是这个礼拜是先考那个技术考，就是实作的部分，要去弄头发啊、化妆的那种。然后，下礼拜有一些科目也是会技术考，加上一些笔试的考试。我
明天还要来准备我的英文。英文，但我觉得我最近在看六人行英文有变比较，就是听力比较听得懂，好像有比较对英文的敏感度比较有一点。我发现好像真的有差，也就是有看美剧的话，好像真的有差。Hello， 谢谢阿华的看好你哦，谢谢空叶的草莓。英文很强的，其实我英文没有很强，有点不强不弱的，就是但是最近在看六人行，增进我的英文听力，我觉得有差，就是语感吗？语感还有对英文的敏锐度，好像真的有差。追剧，对，追剧也是在练英文。六人行就品韩英文，品韩有看 Friends， 超好笑，超喜欢，最近喜欢看的美剧。谢谢博维的掌声鼓励。六人行没有中文字幕，那就开中文字幕。哎，我想到六人行的一个有趣的小笑话，就是我之前不是说我去公司练习的时候，然后一边吃晚餐一边配六人行吗？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直在笑，就是看边看边笑，然后梦纯就是在看我，就是在笑什么这样，然后就说我在看六人行，但是梦纯，谢谢甲骨文送我枫叶，就是梦纯他记错了。他以为我看的叫三人行，所以他就上网，他就是想看说到底什么这么好笑，他就上网查了三人行，只有你知道他就是完全跟我看不一样的东西。我想说，有三人行可以看哦，想说那是什么东西？我看的是六人行好吗？他怎么查到三人行去了？他说他记错了，超级好笑。最近跟默默蛮好的。三人行感觉就怪怪，我不知道三人行在做什么，我不知道他到底看了什么。谢谢凡送我猫铃铛，我不知道到底看了什么三人行，有点好笑。他觉得我今天口红好看吗？谢谢草莓酱的新之怪，谢谢草莓酱，这是新买的口红，也是上次练舞的时候我们大家在讨论口红的颜色。老头子年轻时的影集。Hello， 谢谢微如送我猫铃铛。但是上次练习的时候，我觉得小迪的口红很漂亮，我就问他说是什么牌子，在哪里买的，然后他就拿给我看，就买了不同的颜色，应该是不同颜色，看起来不太一样。就买了，好像是一个韩国的牌子。我第一次用那个韩国品牌的口红，哎，开价很便宜，200多块而已，200多块。我第一次买韩国的口红，哎，好像他们的口红比较染唇吗？好像比较染唇，就是比较不会掉色，比较重一点吗？韩国的口红有比较韩系一点吗？没有。这个颜色感觉比较好，比较好看。因为我发现我之前都是买偏粉的口红，然后上次我就看到 Lady 啊，然后雅恩，然后梦纯，还有雨林、小迪，他们都是涂的颜色很好看。就问他们说他们的口红是偏什么颜色？他们说你可以买偏红或是偏橘的，就会比较红，就不会像我之前的那样那么粉，比较润的感觉。因为它是唇釉。就是比较亮亮的，所以我就买了。怎么样？第一次买，我发现蛮多成员都有在用韩国的品牌的口红，因为很便宜，然后又有很多选择。喜欢红色的，真的吗？我还买了另外一个，是因为我最近就是在想要买口红，但是不想一直买到重复的颜色。我发现我之前就是买口红会一直买到重复的颜色。因为喜欢的就是那几个颜色，然后每次挑来挑去，怎么好像擦起来都是一样的颜色。所以我最近就是想要收集不同颜色的口红，可以搭配不同的妆或是不同的氛围，想要不一样的感觉的话。所以我就是不想再买到一样颜色的口红，我就尽量挑不一样的。虽然我还是分不太出来，但是我挑一些之前我绝对不会买的颜色。除了红有黑色以外，黑色系以外的口红，有黄色口红啊，有。专门在画那种特殊妆，就会有黄色口红收集。然后我买了两支这个颜色，因为很便宜，我就买了。然后一个是这个比较偏红色，
然后另一个是什么 Pink Pumpkin 吗？粉红南瓜，比较偏南瓜，虽然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色，比较再暗一点点的，也是偏红的颜色吧，南瓜，我觉得很好看，就是比较成熟系，没有这么活泼鲜艳的感觉。下次直播再涂给你们看，好像是南瓜。其实你们看南瓜色很好看，你们上网去查女生的口红的南瓜色。其实南瓜色是不是男生想或者是什么红砖色、烂番茄色？就是有一个是烂番茄色，也超好看，就是这种有点红红，然后比较暗一点，烂番茄色。听起来好像没有很好看，对不对？但其实很好看，你们去查，超级好看。或者什么玫瑰色吗？南瓜色很明显，听起来很奇怪，但其实超级好看的。想尝试不同口红，看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烂番茄好像就是比较暗一点的红色，还是看妆吧。比较暗一点的红色就是烂番茄色，听起来是不是很奇怪？但其实很好看。主播斩小叫斩小鬼，贪吃者叫贪吃鬼，挡在路上的叫什么呢？挡路鬼是吗？替死鬼。南瓜感觉美剧很常出现，烈焰红唇。其实我一直很想尝试看看土色调的腮红，不是腮红啊。哦，腮红也是啦，就是平常都是比较粉嫩或是橘红的颜色，我一直很想尝试看看土色调的腮红或者是口红。就是感觉比较大人气质一点，就不会这么很像妹子一样。想试试看欸，土色调咒鬼。咒鬼挡在路上都叫咒鬼，这蛮好笑的欸。我第一次听这个笑话欸。土色，南瓜色也有指甲油。哎，我最近买了一个指甲油，是我很喜欢的，那叫什么绿？那叫什么绿啊？深绿色，我不知道叫什么绿。深绿就是我那个限动常常会出现那个字体的那个深绿色，那叫什么绿啊？墨绿吗？墨绿色的指甲油，我还没有涂，不知道好不好看。希望是好看的，我看瓶子上蛮好看，我不知道擦在手上怎么样。但我想说夏天的话，如果因为我夏天很多白色衣服，如果白色衣服感觉配什么颜色指甲油都会蛮可爱的吧，而且配比较跳一点的颜色指甲油应该蛮可爱的吧。马卡龙绿或阿华绿是比较偏暗的有质感的那种绿，就是不会很亮色很恶心，是有质感的绿色。谢谢变成新鲜柠檬的猫铃铛。对，我很久没有指甲，我刚卸掉，因为上次有点掉了，我就卸掉。墨绿色，下次涂涂看。好啊，下次涂涂看。谢谢小白的宠猫神器吹风机，比墨绿浅吗？比墨绿超级深的那种再浅一点，但是是那个色调的，那个系列的色调的。Hello， 子轩你好。子轩你好，觉得我头发是不是有点蓬啊？为什么我要有自然卷？好烦哦！谢谢阿华的新资管，我超羡慕那种头发超直的人欸，像是雷奇，然后妮妮的头发也超直，很贴，我是超羡慕的欸。就是不会那么蓬蓬的。但是蓬蓬的是不是有好处？做头发比较不会那么死贴着头皮，比较有蓬松感。还是其实是我不会吹啊，因为我上次去剪头发，就是剪这个短发的时候，设计师都会这样帮我抓起来耶，好像是这边也要蓬一点会比较好看，比较有型。就是上面不要这么贴，就上面一点点蓬度，然后这边再吹一下，然后这样进来就会蛮好看。因为他帮我剪的时候，他就是一直这样抓这边。就是在比那个长度什么的，他就是会帮我抓这边，然后他帮我吹也是这边会稍微比较有幅度一点，是我不会吹吧。每次去剪头发弄出来就是走出来那一刹那都很好看，但是洗过头之后就不好看了。设计师很厉害啊，
每次洗完头就不好看，就没有，就不是当初在发廊看到的那样子。试试美波发型，蓬蓬的好像造型比较多，只是不好吹，意思是不能洗头，真的。那就是队长不洗头，不行哎，我一天不洗头都受不了哎，一天不洗头，隔天就会觉得浑身不对劲，然后不敢出门，因为觉得好像很油，然后浑身不对劲。发型只限定发廊，还是发廊镜子有改过？应该是设计师厉害，不然他怎么当到设计师的？你们说是吧？不要学学，我想喝个饮料。我今天喝了小白说很难喝的那个五十岚一号，这明明很好喝。嗯，而且我今天还煮了汤哎。队长不洗头，我今天还准备了一碗汤。还没去喝，因为彰化没有。那下次活动海海来台北的时候，可以点一下真波爷一号。我推荐是无糖赤冰，无糖小冰。但是如果你喜欢喝甜一点，感觉可以再甜一点。如果你平常是不喝茶，绿茶，无糖绿茶的话，感觉清无糖的清茶对你来说会有点苦，所以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糖度。但是我平常是有在喝无糖绿茶的人，所以我是可以接受无糖茶的人，所以我就点了无糖。我今天的汤其实不是我煮的，是室友煮的啦，中就是午餐，然后留到晚餐，因为煮太多了，我就刚刚自己去热了一下，然后放了汤，是那个豆腐、青菜、蛋花、鸡腿汤，怎么样？听起来很丰盛吧？是很好喝的。通常一般不是青菜豆腐汤都会加番茄之类的嘛，然后是青菜豆腐、蛋花跟小鸡腿，棒棒腿吗？棒棒腿，其实蛮好喝的。而且我今天是晚餐，刚刚吃了意大利面，试着做意大利面，我觉得我要进阶我的料理。鸡腿感觉等级跳好多，不是汤不是最简单吗？就是水滚了，然后材料都丢下去，然后它就是看有熟就可以捞起来了，加点盐吧，是吧？我就是随便摸索一下。而且我今天意大利面是拿那个，我是买那个，就是不是有微波意大利面嘛，然后就是家里面有微波炉，所以我把它倒在锅子里炒一炒，加热一下，再加点，我加了 cheese 下去，蛮好吃的。但是我下次想要进阶成就是买一般的面条，一包的面条，不要买微波那种。就是我想说今天要直播，我怕来不及，所以就微波那种，然后不要用微波的，我用煮的。感觉比较有料理的感觉，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在三餐都吃水饺，因为水饺最简单，所以我之前都是一直在吃水饺。而且水饺冷冻水饺很大一包啊，所以我就一直在吃水饺，又很快。嫁人不用煮给公公煮，品涵煮给我的话怎么样都好喝，喝完就送你。怎么样，看不起我啊？怀怀看不起我做菜啊？我最近很认真在看 Yuma Cooking 哎，因为 Yuma 常常会放一些做菜的影片，看起来好像都很简单，我有在学习好不好？起码不是泡面。总之我今天就是做了一个意大利面，希望之后可以进阶成我是意大利面条，不是调味包，然后放下去感觉也很简单吧，就是买肉酱啊，不是有一罐一罐他都帮你调好味了，然后就把面放到水里煮，煮软捞起来加酱搅一搅就可以了。意大利香料煮面不难，调酱现在酱都有给大家那个啊，就是有调好，有在卖，有卖调好的酱。成人煮东西给大家吃，我当助电影师，谢谢阿华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博伟的掌声鼓励。小盼说喜欢一号无糖四季春加上真波野甜度很刚好，是不是小盼？我也喜欢，超级好喝，好喝好喝。没有喝你煮的太开心，心脏暴击直接送，谢谢阿华的掌声鼓励。我想想我最近还做了什么菜，
哦，我的水饺有加了福州丸，我加了福州丸下去，有成功吗？但好像称不上什么料理耶，这不是叫做料理，这不算料理。可恶，喝饮料没有跟平衡 soulmate。那小白都喝什么饮料啊？小白，小白都喝偏甜的吗？我很好奇你平常都喝什么饮料，下次可以试试看。小模仿的各种香料一定要买，很方便。福州丸，福州丸就是它的丸子里面有包一些肉之类的，蛮好吃的。云朵，云朵还没试过哎 ，Coco 的云朵嘛，奶盖什么的，我还没有试过哎，我一直不敢跨出我的舒适圈，我不敢尝试新事物，我怕喝到不好喝的东西，所以就一直每次去都不知道点什么，就点好吧，还是点原来那个。谢谢甲骨文的猫铃铛。我下次试试是不是红茶加奶盖，但是我因为我之前有喝过奶盖的东西，但是就觉得有点咸咸甜甜的，微妙微妙。好，我可以去试试看，不好喝我陪你一杯。好，下次试试看嘛，因为我对奶盖有点怕怕的，就是之前有喝过奶盖的东西就觉得有点微妙味道，有点怕怕的，但可以试试看啊，说不定很好喝，你都这样推荐了对吧。红茶加奶盖，朱诺的粉丝你好，前面有没有食物侠的粉丝？Hello， 晚上好，想哎，哦没事，我刚刚是七点半直播对吧？对对，七点半，今天到九点，今天到九点，七点半到九点是一个半吧？对，七点半到九点，食物侠角色，十五下。大家有记得去投票吗？最近应该看我们发很勤吧，那个少女咖啡枪的投票任务。大家有没有去下载少女咖啡枪游戏了？很好玩哦，我每天都有登录哦。大家记得一定要每天登录帮食物侠品涵投票，每天可以有六票免费的，然后如果你有氪金的话，可以有那个，就是它有氪金的那个对照表。氪金的话，票数好像最高有到600多票吗？对，请大家帮我投票，食物侠品涵投票。听说那个投票最高票的可以获得非常非常好的奖励，真的很棒的奖励。很棒的奖励，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投票。谢谢厌世冰泉送我香槟，谢谢厌世冰泉，谢谢厌世冰泉。可是我的舞一直不见，找不到。你要登录啊，登录就会有那个了，登录就会有票了。大家记得要帮我投票。那个礼物，那个优胜的奖品真的非常非常棒，希望大家可以帮助我拿到这个礼物。真的好想要这个礼物哦，谢谢谢谢益生菌送我 love， 好像很紧张耶，那个礼物真的很棒，怎么办啊，现在每天心脏都扑通扑通跳哎，好像要先登入游戏再登入投票页才能投，大家每天都要去帮我投票哦，拜托。很可怕耶，有够刺激的，希望大家可以帮助我拿到这个奖品，之后拿到这个奖品，大家就会很 shock， 到底是多厉害的礼物好吗？亲们一定要帮助我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礼物，大家到时候就知道了。可以帮助我一起，我们一起完成，一起拿到这个奖赏，好不好？Hello， 浩浩你好，一定要用手机注册，拜托大家了。前两名票数太猛，什么礼物现在目前还保持秘密，大家到时候就知道，但是就是一个真的我们听到就、啊、真的是这个奖赏吗这样子。希望大家可以帮平衡投票，截止日期是到4月20几啊来着，忘了，26吗？4月26晚上12点前，还是23，听说前四礼物都一样，不是只有第一有礼物吗？氪金一票才，还是你是说什么？
还是你是说第一名的看板刊登板板？对，第一名的刊登板板很厉害耶，在一个非常厉害的，就是很厉害的一个地方，希望可以得到这个奖励，真的很刺激。但是我就是好，大家顺其自然，但是还是每天很害怕。好啦，大家尽力而为好不好？希望可以一起拿到这个奖赏。只能旁观者默默看你票数上升。为什么不能下载不能投票预安？为何预安不能投票？截止日是到4月26日下周日的晚上12点前，大家快点去投票，叫你的朋友、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、阿姨、叔叔伯伯、伯伯、阿公阿嬷、外公外婆、邻居小孩，通通来投票好不好？赶快投给食物侠品涵。前四礼物是，前四礼物都一样，第一有看板，不是只有第一个有礼物吗？只有 C 位有礼物吧，好像是，总之是个非常厉害的奖赏，希望大家可以帮帮品涵，品涵需要你的帮助，谢谢甲骨文的猫铃铛，好吗？大家赶快去下载少女咖啡枪，而且这个游戏一又太扯，要不要叫祖先先投起来？小白快点帮我去投票，尽力，氪金氪起来，使人终身减少，那很可怕，有点终身制的感觉。Hello， 谢谢阿华送我啾啾你哦，谢谢阿华。真的礼物很棒，我好想要，谢谢草莓酱的搓搓你哦，谢谢草莓酱，谢谢草莓酱，大家一起加油，真的有种在总选举的感觉。找到19个同事电话，大家应该也都有，大家每天都要登录哦，因为每天都可以投票，然后每天票数都可以累积，每天都可以投6票，然后如果有氪金的话，好像票数会有到600多票的。这是要叫大家氪金氪起来的意思吗？大家尽力而为，加油！该买个乐透，下周很多人，到下周日4月26日晚上12点前，每天都要等好几个钟。希望大家可以帮帮平衡投票好吗？拜托大家喽！真的好想要这个礼物，搬家什么礼物都不用了，就是帮我得到这个礼物，当做我的。搬新家里吧，搬家里好吗？谢谢阿华的香蕉，谢谢你们，也谢谢从第一天帮我投票到今天，已经第3天了吧？谢谢第一天帮我投票到第3天的大家，之后下个礼拜继续加油投票。今天投了吗？谢谢甲骨文的猫铃铛，这个游戏真的蛮好玩的，而且他画的很可爱，不觉得食物侠很可爱吗？我超喜欢他的角色，而且摸摸头他还会就是小生气嘛，就是他食物侠个性有点，我觉得其实有某部分跟我很像欸，就是有点怎么说，很闷骚，有点闷骚。就是明明喜欢，但是却假装不喜欢，这样很可爱。大家，我怎觉得这游戏怎么样？很可爱，大家一定要去下载哦，帮平衡投票。我每天，我最近应该会狂发，一直大家应该会一直被我动态洗版。平衡很想被摸头，应该会一直被我动态洗版，逼大家去投票，逼死大家了。很可怕，只有一个礼拜。觉得游戏怎么样？觉得档案很大，因为我自己也是有在玩，然后每天都有登进去，很可爱。Hello， 雨露只说锦衣卫修卓你好，好紧张哦，要大家去帮我投票哦。今天有抽卡，今天我没有抽卡，每天都有乖乖投卡，很好，很好，很棒，亮铃，要叫你的朋友同学都来投票哦。太烦就关通知，你也要找同事听了，有啊，我要找，但是我觉得
票数那种就是很高，我觉得很高票数的应该要靠，应该是氪金的吧，就是氪金比较容易高票数。没关系，我们尽力而为，加油。Hello， 红衣你好，樱桃猫你好，谢谢帮我投票的大家。下载没卡，我怎么一直卡？我好像我感觉可以截那个给大家看、欸，氪金的，要氪多少才有几票？没关系啦，大家尽力而为好吗？我们尽力而为。截什么？截那个图给你们看。我觉得我决定来喝个汤，不然我的汤要凉掉了。我的青菜豆腐、鸡肉、蛋花汤，长这样子，啊、很香耶。虽然有点凉掉，但是很好喝。冰雪奇缘拼图片我还没，很好哭，很好喝，很好吃，意外的，明明没加什么料，没加什么调味料就很好喝，哎，我记得只有加点盐吧，我是不是掉了？我真的很喜欢，没有吗？谢谢樱桃猫的玫瑰，很好喝。走嘛，都没有讲话，一直吃。谢谢奶奶送我新之冠，很好吃耶，下次可以做给你们吃。意外好吃。品尝不吗？可以啊，玉米汤都成功了，这有什么好不成功的？很好喝耶，有种青菜的甜味。可以边直播边煮吗？那等我。就是用火再熟练一点之后，我怕我现在用火不熟练，还要直播的话会手忙脚乱，要等我做菜再熟练一点，比较不会这么危险。毕竟做菜还是要用火用刀的嘛。那碗是平常自己煮吗？是室友煮的，但是我看他没有用很难的东西，就是东西下去，水下去，加点盐巴而已，就蛮好吃的。边直播边煮，怕手机掉进去是不是？我也害怕我手机喷到东西怎么办？我现在做菜那么废，是不是很可怕？我怕不小心把厨房炸掉，然后直接直播出去。我最近看 Yuma Cooking 在做玉子烧，对，玉子烧，感觉很简单，但是好像不好做。好酷！谢谢阿华的凤梨，谢谢甲骨文的猫铃铛。感觉可以来拼个拼图啊。我的拼图残骸呢？这里。我上次还有这样没拼完，那什么？怎么那么可爱？谢谢小白送的新罗猫吗？
谢谢小白，谢谢华华的猫铃铛。小白送我那个猫头也太可爱了吧，直接把我脸遮住好像比较可爱，直接猫遮在这边比较可爱。这只猫好丑，这样看得到吗？会不会倒？这样看得到吗？可以。好热哦，我感觉可以开个冷气，忘记开，可恶。上次还有这样子的拼图没拼完，感觉是很难的部分，不然怎么会我拼不出来？感觉这一块是比较困难的部分。房间有冷气啊，只是我想说应该还好吧。我直播前觉得还好，没有很热，就想说不要浪费电。但是我发现直播有灯，然后又在讲话，所以就会变很热。下次开个冷气，绑个马尾比较舒服。才不给你绑马尾，给你们指定，才不会这么轻易的就答应你们的要求。我可是食物侠呢，傲娇的食物侠。哼，我才不听店长大人的话呢。结果明明内心就很想要听从店长大人的话，哭哭。我买了500张送小孩的，还剩一堆，你要吗？可以吗，小白？我想要一张，可以吗？我想要一张贴纸。谢谢阿华的眼睛夜障中，谢谢，可乐，谢谢阿华，空叶，谢谢空叶的纯白彩蛋。赶快摸头，好，哈，博维，谢谢你每日投票给我，好来拼了，有点紧张，这样看得到吗？还是要再斜一点？可以吧？这样，可以哈，那我开拼喽。金就进，今天会不会比较聪明呢？哈，回来了，伤口处理好，现在右脚超痛。方伟，你还好吗？我帮你呼呼。Hello， 命你好，谢谢可乐糖、影子战士送我指南针。方伟的还好吗？你的腿，谢谢命送我玫瑰，谢谢命。命有没有帮我投票啊？食物侠投票，每天都要投票，每天投票投起来。这道拼哪里啊？完全看不出来，完了，我对拼图的敏锐度消失了，怎么办？隔了一个礼拜吗？我好像不会拼拼图了。像领到耶稣血一样，立马治愈。当然投食物侠没问题，要叫朋友去投票。怎么办啊？这边是最难的部分，就是我上次都拼不出来的那边。完蛋了，今天会不会拼不完？应该是不会吧，要预留一下时间，应该是 OK 吧。这里吗？不是啊，怎么那么难？我决定我要先从驴子的这边开始，感觉驴子这边有眼睛，感觉比较好找。平安剪头发，对，我剪头发上礼拜就剪了，怎么样，好看吗班长？两个礼拜了，拉人咯。班长有没有帮我投票？这么简单。谢谢阿豪的看好你哦，谢谢甲骨文的猫铃铛，谢谢甲骨文。我决定我要先从驴子开始。他是驴子吗？还是鹿啊？我是不是一直叫错他的名字？他其实是鹿。谢谢甲骨文的猫铃铛。哎呦，怎么那么复杂？很难呢，这里。这里吗？这里吗？不会是吧？好像是哦。我们都看得见。谢谢空叶的纯白彩蛋。谢谢空叶。谢谢空爷送我深红彩蛋，是麋鹿哦，我一直叫人家驴子，他明明就麋鹿，我一直叫人家驴子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小思。讨厌鹿骑车被他撞过也太痛了吧，
我说麋鹿太痛。好啦，花花也很痛啊，麋鹿很大一只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失礼了。驯鹿才对。哈哈哈。驯鹿，驯鹿。Hello， 神吞雨喵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我就加一笔，对吗？我有念对吗？我就加一笔，我真加一笔哟。这个拼多久？上礼拜拼到现在，有点难，有点困难，我现在卡关了，怎么办？啊，怎么办？我一直叹气，大家会不会觉得很烦啊？这里吗？不在上，这里吧。啊，应该是这里，应该是这里吧。可是怎么大小不太对？我一直碎碎念啊，我好像阿嬷哦，怎么办？好像阿姨一样，一直碎碎念。感觉应该不难，是不是太久没来？暖风你好，暖风 Hello， 一直口中碎碎念，不知道在念什么，很像阿嬷。不会吧？才二十岁，才二十岁，怎么可以？很难哦，这里吗？好吧，先这里好了。怕全部是一样颜色，跟我妈一样。大家的妈妈应该都会一直念吧。这里吗？太难了吧！等一下，不对。等一下，要不要拼到生气啊？我决定我要专心了，不行不行。这样下去会拼不完。这边应该是蓝色的吧？这里蓝色吗？蓝色。这里吗？嗯。啊，我找到他头发尾端了，这边。Hello， 谈笑风生，谢谢阿华送我香蕉，谢谢阿华，谢谢阿华。嗯，我找一下那个 Anna 的手臂， Anna 的手臂哦，蓝色的，浅蓝色的手臂，哪里有浅蓝色？我怎么找不到？我是不是有扫拼图啊？不是吧？我应该没有扫拼图吧？我算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一十二十三。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二、一二二三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二、一二二三哦，没有啊，二三啊，所以没有错啊。嗯，那我为什么找不到浅蓝色？我眼睛怎么了吗？啊，浅蓝色，等一下，你们可以帮我找一下浅蓝色在哪吗？头贴有提示，这边有个浅蓝色啊，它这个手应该这边会有一个浅蓝色吧？可是我找不到浅蓝色的边边哎，你的头贴有提示。等一下，是我眼花吗？我一片一片拿起来，对，这拼拼图方式是不是很慢啊？超级慢，一片一片拿起来，对，不是，不是，不对啊，它应该要有一个浅蓝色啊，怎么那么奇怪？哦，我找到这片了，误打误撞找到了一个不是我要找的那个地方，是不是没戴眼镜？我有戴隐形眼镜，这个吗？不会是这个吧？哦，这个啦，搞什么 ？Hello， 白色芝麻你好，哈妞，有了有了，有进度了，有一点 feel 了，这里
以吧，耶、yeah, ，有了，好像差不多过了那个难关就可以了，耶、yeah, ，有了有了，太棒了，这里吗？有东西出来了，什么东西出来了？听起来很可怕，什么东西出来了？听起来好像很可怕，这里吗？嗯，啊，谢谢朱里恩的凤梨，谁出来了？谢谢，能不能拼完呢？应该是可以吧。谢谢朱里恩的草莓，拼完迷路就会跑出来。Coco， 加奈伊 ，Coco， です。耶！Elsa 的手手应该在哪呢 ？Elsa 的小手手这里哦。啊！我真的一直碎碎念哎，好吵！这是什么东西？我看不出来这是什么。等一下，这是我剩下黑黑的一片了，你知道吗？困难的地方，剩下黑黑的那一片。等一下，我先把人拼出来。那人这应该是这里的吧，如果没看错的话，没错，人先出来，人的衣服有颜色比较好认。嗯，谢谢邦伟送我超傻眼猫咪，谢谢邦伟。这什么呢？什么呢？什么？这里是吗？好像是。嗯，雪花，嗯，让我思考一下。谢谢阿华的猫铃铛，你说我白头发，真的假的？在哪里有把它拔掉？哪里有白头发？哪里有白头发？哪里有白头发？蟑螂，现在不是在这吗？这不是在做，有超多困难，超多困难，这里吗？这个好难哦，我看不出来呀，都是黑色的。等一下，黑色的好难哦。灰灰又蓝蓝，觉得这是在做，这是不是在做？可是他拼不下去，不是在这，怎么那么难？他应该是在这吧？可是他拼不下去，怎么会？嗯，好难哦！我现在拼图拼到快暴走了。等一下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我们先从一个一个洞来补。我先来拼这个洞。嗯，这个有手手哎，它在这，太好了。啊，这里吗？是吗？我怎么看起来不太对？是吗？这片是在这里的吗？大家有看到吗？这一片，这片是在这吗？这一片，看起来有对吗？这片？可是他怎么压不太进去啊？是吗？看起来是不是？那我压进去喽，等下会不会拔不出来？确定是吗？怎么看起来不太对啊？是吗？看起来不太对啊，为什么有点秋斗奇怪？这边是他的衣服呢，是吗？是，大力出奇迹。
还是我先不要压太紧。你，哎，我怎么把驴子的这个嘴巴弄掉？驴子嘴，呀，嗯。这里吧，拼拼图原来这么累，好想放弃哦。嗯，剩最后几天了。啊，奇怪哦，为什么这里明明是黑色啊？这是深黑色呢。把拼图都先拿下来。啊 ，Never say never。好热哦，拼得好热，太奇怪了吧？什么啊？这确定在这了？那我要压下去了。等下不是就会打你们小手，打你们小手手。Hello， TTP 爸强，你好，这个在这吗？但这样拼起来不太对，我觉得这个不是在这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然后这里另有拼图的感觉，对吗？好，你们说错了，好，这个是在这的，你们错了，我找到对的了，打手手，手手伸出来，打小手手，啪啪啪，就说不是吗？请打我，谁说是的？打小手手。打我打我，啾啾啾啾，求打！想当第一个被打的，打我打我！谢谢空叶的掌声鼓励。是不是阿华？阿华是不是说是？阿华，请接受我的一拳。你说不买官方，不然就打手手，我就不买。趴好了，请打我。趴好也太糟糕了，阿华。阿华，你怎么趴好了？趴好了也太糟糕了吧。趴好了是什么概念？啊，我快完成了哟！好像瞬间恍然大悟，过了一片就是片片过，有没有？一片过，片片过的概念。头过身就过。加狼加狼，加狼加狼，这黑黑的真的是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耶！这个黑黑的，真的拼起来才看得出来有东西耶，真的是很过分哎，完全看不出来是什么鬼东西。加狼加狼加狼，加狼加狼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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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好像拼错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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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真的没有少拼图吗？这边怎么看都没有这一块啊！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哎，我少一块哎，我的第六块去哪了？嗯，等一下，我少一块哎，怎么会？嗯，我没有那个驴子的嘴巴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哦，没有在上面啊，我刚刚我眼睛到底怎么了？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
是吗？我重复算吗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哦，六片六片，我没算错。我今天眼睛怎么了？拼图最后一次看到花掉，哎，我不小心踢到了一个啊！不要倒，不要倒，不要惊吓，不可以吓到我们的灯。而且还给你们看到我的脚脚了，可恶！听 Mina 说，看到脚趾就要取它。你们看到我的脚趾了，是不是要取我？平衡拼图好激动，这是这里的吗？不知道是不是欸？是吗？拼到锵锵！我刚刚发出什么海豚叫声啊？你们有听到吗？很尖很高音。我刚刚发出什么海豚叫声？好不可思议哦！第一次这么高音欸！你们有听到吗？孙雷你好 ，Hello 孙雷，我刚刚是怎么发出那个声音的？海豚音可以帮我用 GIF 档传给我吗？可以用 GIF 档传给我吗？我刚刚怎么发出那个声音的？好厉害哦！帮我做 GIF 档，太厉害了！我第一次这么高音哎。GIF 没有声音吗？再一次，我出不来了。我刚刚不知道怎么发出那个声音的。接下来是最困难的，颜色都长一样，这怎么看都没办法拼在这个驴子的嘴巴这边呢、啊？到底怎么拼啦、啊？这个吗？这看起来就不像是啊，这怎么看都没有驴子的嘴巴那边啊，好奇怪哦，我有拼错吗？浅蓝的应该是这边，对，灰色、黑色，不对，不对啊，这个也不是，好困难哦，该不会是这样拼吧？但这样看起来很不合理耶，这拼图看起来很不合理耶，怎么会是这个颜色？这样很奇怪，这个颜色不对。Hello， 暖风卡木伊你好。怎么办？先拼这边，不是这两块，这块不是，这块吗？可是这样拼起来看起来很奇怪呢，是不是这个拼错了、啊？我这片拼错了吗？可能它下面是这样接的，没错，是不是我这片拼错了？这边颜色好怪哦。嗯，这样很奇怪，颜色照片错了吧？这一块是不是错了？啊，哎，不对啊！可恶，我以为我啊，这样啦，刚拼错了啦，哟，不要乱拼。原来如此。找到了，我刚刚把驴子嘴巴拼到衣服上了啦。Hello， 博维。我刚刚把驴子嘴巴拼到衣服上了。嗯，原来如此。这种，这样吧，快拼完了，剩三片，剩三片喽。我身处在上海的大风里里，海绵宝宝，风风火火，伸缩自如。海绵，我是不是还有拼错的啊？这怎么看也不像是会拼在这，是吗？还是是、啊？这样吗？好，就这样。哎，我快完成了，赶快准备好掌声鼓励香槟了吗？庆祝一波！等一下，我最后两片也可以想这么久，也是蛮厉害的。哎呦，这样子啊，神圣的最后一片，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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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谢谢空叶的掌声鼓励，我拼了两个礼拜吗？谢谢阿华送我香槟，谢谢阿华，这香槟怎么看起来比之前厉害啊？谢谢夜市冰泉送我香槟，他让 life 改版了吗？为什么这香槟看起来比之前厉害？谢谢海海送我香槟哦，是等级是吗？谢谢夜市冰泉送我香槟，是不是等级不一样啊？谢谢夜市冰泉的香槟，谢谢华华的香槟，谢谢 Kate 的掌声鼓励，拼完了，太棒了！会不会我等下拿太鞋全部倒光光，要重拼一次？我真的会崩溃哦。意外蛮难的拼图，这个我都拼那么久了。谢谢金柚的香槟，谢谢阿华的香蕉，谢谢卡姆你的掌声鼓励，终于拼完了，成功了，好美哦，好可爱哦，好开心哦，这是那个吧，这是小孩子在玩的拼图吧，我怎么还可以拼那么久？这图案感觉就是很适合那种国小学龄的孩童玩的，我怎么可以拼那么久啊，我好强哦，不愧是聪明担当。耶、yeah, ，完成，很可爱，这幅可以还给室友了，跟他借了两个礼拜，他可能都忘记他有拼图这个东西了。这角度好像蛮可爱的，有种上木线的感觉，可爱吗？我品涵国小生有问题吗？品涵还是小孩子啊。如果是你，你想当哪个角色？我想当雪宝，雪宝感觉很开心。谢谢阿华的粉红彩蛋，我觉得雪宝看起来很开心的感觉，就是无忧无虑。谢谢空叶送我 love， 我这角度是蛮可爱的，上木线，上木线，嗨哟，不是要当 Elsa 吗？小朋友都会想当 Elsa 小公主，但是我比较想当雪宝，大家的开心果有没有？然后衣服又白色，皮肤又白，然后长不出马后了，反正就想当雪宝，很可爱。我现在缺雪宝陪伴，好不好？新疆还是没有雪宝，不开心。没有雪宝陪伴，孤单呐、啊。没关系，有大家的陪伴就好了。Love you， 偷撩一下有没有？偷撩。品涵偷撩大家，耶、yeah, ！我完成了，好感动哦。看诊的时候，一堆小女孩穿 Elsa 服装看病，真的啊！我继续喝汤可以吗？一边喝汤一边聊天。找不到雪宝，没关系，现在对我最大的鼓励就是去投票了。希望大家可以帮助我投票，让我获得奖赏，非常厉害的奖赏。现在大家送给我最大的礼物，平涵最想要礼物就是那个礼物了。喝一下，好喝。可能有萝卜，今天比较呛吧。今天很呛。对，为什么今天话这么多？太久没直播。你跟林音广告超容易出现在电视，真的吗？我还没有在电视看过哎，因为我的，这边的家就是网络电视，所以就是看一些 Netflix 之类的，就没有一般电视可以看，就是没有广告那种，是网络的电视。然后平常在家也是没什么在看电视，所以都没有看到。莫名过嗨拼拼图，还有啃金球会很丑吗？而且我忘记拿筷子了，我用汤匙有办法啃鸡腿吗？刚看到疫苗。品涵，你在吃什么？我在吃汤，豆腐云。哎、欸，我发现还有云吞在里面哎、欸，什么时候有云吞的？豆腐云吞、鸡蛋、蔬菜、鸡腿汤，怎么捞到一颗云吞？
哦，有没有很丑啊？我有没有吃很丑、啊？我觉得我吃饭的时候很丑。嗯，我的脚架倒了，吓死我了！等一下，我现在怎么办？它砸到我，好痛啊！应该没有掉到汤里吧？有没有沾到湿湿的？没有。等一下哦，先把汤放好。吓死我了！砸死我啊！这个脚架。对不起，吓到大家，很抱歉。大家有没有看到不该看的东西？有没有看到我什么？我刚刚这个角度有没有看到不该看的东西？啊！吓死我了。呛了一声，砸死我啊！等一下，我把它夹好，差点也跟着喝汤，看到汤的料，好可怕哦！这脚架很不稳，下次应该拿个桌子，因为它放在椅子上，然后放书，画面都是汤，应该没有滴到汤吧？我的手机。应该还好，好可怕，我不可以碰到这个椅子，继续喝汤。好像可以来念个排名耶，阿华可以帮我整理一下之前欠大家的排名吗？我先给大家上次欠的，再来给今天的奖励。来吃个云吞，应该凉了吧。我可以整颗塞进去吗？我嘴巴会张很大，我应该可以哦，我觉得我可以。头发上是不是沾到东西、啊？全部就是上次的。我整颗塞进去，居然做得到。台南美湖，谢谢阳光刚送我凤梨。还是我今天把奖励给一给，今天时间还剩一点点。不然阿华全部给我好了，我现在开始给奖励，然后到下播应该刚好。谢谢阿华，谢谢。这不是床，这是沙发。阿华把全部都给我好了，就不要一直欠了。喝个饮料，我这样甜甜又咸咸的会怎么样吗？应该不会怎么样吧。品涵可以看一下头贴吗？你还好吗，邦伟？有去看医生好，有看医生就好了。好可怕哦，被狗狗咬，放出新滋味。可以推荐你一部日本电影吗？《解忧杂货店》是我前阵子，蛮久以前看了，但蛮觉得蛮好看的，《解忧杂货店》可以去看看。我看一下阿华说什么，星盈，那就是星盈有在吗？
今天不在的话，那个奖励就取消了。我爸欠太久会一直积着，很烦哦。不喜欢东西累积在那边，你知道吗？想要今天就做完。今天不在就算你比较衰，就没有了。下次请早。Hello， 心莹，心莹可以指定一次。心莹、怀怀、金柚子、卡姆尼可以指定一次，但是之前欠的。然后我等一下再来念今天的排名好吗？还就是，现在心莹、怀怀、金柚、卡姆尼可以指定一次，然后阿华跟小白各两次，这样。对，之前欠的。今天感觉他要做好多指定哦，大家会不会想不到要干嘛？好吗？大家请指定。今天五票有投给品涵，大家一天应该不止投五票，我觉得你们要再投更多票一点才有机会。加油！品涵学会 diss 粉丝吗？才没有。勋跟 Boring， 那勋跟 Boring 今天有在吗？在的话我可以补给你们，不在的话就下次请走。可以直接看品涵就好。可以啊，请指定。Hello， 别取消了，我想说这样大家一直不来不来。投十票，对，我恐龙是不是不见啦？可是我要下播了，就不想播了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还看得到品涵鬼脸三连拍吗？那就要等一下指定啦。我可以指定了小白、阿华两次，卡姆伊，我在考验我的记忆力，卡姆伊、金柚、心莹、怀怀一次，对吧？我背对了，请指定，别取消老人。好了好了，不取消了。不常跟直播，请问指定什么意思？就是每一次直播的不是会投礼物吗？然后不是会有排名吗？就是礼物投比较多就会排名在前三名，然后前三名的话就可以指定品涵的一些动作啊，比如说你想要给你一个爱心啊，或是对你一些犯傻，就可以指定一些犯傻，然后就会做你们想要的指定。每次直播的前三名，还有被我抽签到的那一个人，我每次会念11到10名，然后前三名是一定有指定，然后6到10我会再抽一个数字，就是当天的幸运而也可以得到我的指定。我一次就好 ，wink 食物侠好啊，食物侠是有什么台词？我想一下，食物侠 ，wink 食物侠。那 OK， 讲吗？傲娇 wink， 我想一下。有傲娇感吗？小白店长大，那我讲一下店长大人好了，每天都帮我投票哦，这样好吗？好，1、2、3，店长大人每天都要帮我投票哦。好害羞啊，天哪，好害羞哦，可以吗？小白日文台词吗？食物侠主人你这个什么意思 ？Wink 十五下吗 ？Wink 十五下会抽筋吧？45下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小白，还是你不满意？我可以换一个。谢谢华华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华华。哦 ，Wink 十五下吗？好啊，可是我怕我抽筋哎。那我再一次哦，1、2、3、4。5、6、7、8、9，9是什么啊？4、5吗？10、11、12是什么？12、13、14、15
可以吗？可以吗，小白？谢谢空叶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傅伟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小白的真情告白，谢谢阿元的 love。可以吗，小白？可以吗？么么么。走嘛，时间快不够了，还多送我两下。对啊，买十五送二呢，小白，好划算哦，这个指定，这指定好划算啊、哦！谢谢小白的指定。阿华呢？还有，不过没来的好啦，没来的就是还是先潜着，不要说我对你们残忍。这老板真佛心，我来个上白石台词，ずっと先生のこと大好きでした。好、哦，ずっと先生のこと他，等一下我不顺，重来，剪掉，重来。ずっと先生のことが大好きでした。啊，好害羞哦，可以吗，金友？好害羞我。谢谢阿华的掌声鼓励，谢谢阿华，谢谢阿华的还有 Kate 的掌声鼓励，师生竞，对啊，这个很母汤哎，这个师生竞技恋怎么可以爱上老师 ？Hello， 雨薇，加入不明文禁止师生恋，我的心魔，哼哼哼。先生哦，你的先生是医生是不是？哦，对，上白石萌衣那个是医生哎，马尾含棒，马尾前先傲娇语气，哼，我才不会绑。那我要拿一下发圈哎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拿个发圈。对啊，等我，等我一下下。好，离我回来了，我要来实行海海的指定了。海海，你叫我绑马尾啊？哼，我才不绑呢。好啦，我绑给你看。够傲娇吗？是不是不够傲娇？才不要呢。是不是不够傲娇啊？可以吗？还差一点。叫我绑马尾吗？哼，不要啊，才不要呢，死不绑了，有没有？死不绑，不行，我要下播，我得绑。好啦，我绑给你看，谢谢空叶送我 love， 海花我绑咯，不可以后悔哦，我绑咯。对啊，我的发圈是电话线那种，因为我没有其他发圈了。而且我头发剪短，第一次绑马尾，哎，真会指定海海。我头发剪短，第一次绑马尾，谢谢阿华送我 love。有整齐吗？没有，好乱。谢谢阿华送我 love。这是我头发剪短后第一次马尾，谢谢海海的 love。你们是不是蛮喜欢马尾的？夏天感觉绑马尾也是蛮凉的吧？我好像没有绑好吗？今天太 cute， 需要梳子，可是我没有梳子哎，这边我只好用手当梳子了。好热哦，等一下想去洗澡，流好多汗。等一下先去洗碗再洗澡，而且我今天自己洗了衣服，夸奖我，好乱哦，可以吗？大概一下，会不会很乱啊？好短哦，好小撮，好小撮，怎么那么小撮啊？好短哦，好小一撮哦，可爱吗？今天很热，谢谢命的以真情告白，谢谢命。
品涵好棒 ，Hello 蠢蠢你好，好小一撮、哦，两条须须，哼哼，指定傲娇骂人的品涵，啊哈，为什么你每次都指定这个这么难指定的东西，这么难做的东西呢？谢谢阿元送我行之馆，我再也不理你了。再也不理你了，好，下次你来我就什么没听到，我没指定自由发挥啊，什么什么什么阿华，我听不懂，我怎么不知道他现在在说什么？谢谢阿华的眼睛夜照照，大家都指定完了吗？之前的什么啊？怎么听不懂阿华在说什么？他刚不是说那个吗？嗯，什么意思啊？他刚不是指定我说傲娇骂人吗？谢谢 TTT 爆浆送我新资管，所以剩阿华是不是？其他人都不在。阿华还没想到是不是？傲娇骂人你结束了吗？还是还在里面？我已经。结束啦、啊，我演完了啊！好，我演完了，你怎么会不知道我演完了？我现在是真骂人，没有傲娇。阿华，你怎么会不知道我演完了？你是我的这么重要，就是这么了，应该很了解我吧？阿华，你为什么不知道我演完了？现在是真骂人，我气到说不出话来。你怎么不知道我演完了？现在不是演的，现在是真骂人。现在没有傲娇，好啦，谢谢阿华的指定，可以吗？有骂到你吗？真骂人，你有比较开心吗？被平安骂是不是也是蛮开心的？你是不是其实很 M 啊？然后我很 S 啊。Hello 柳晨你好，其实阿华很 M， 好、oh。好啦，我要来念一下今天排名，指定哦，大家投票投起来，耶、yeah ！是跟我指定吗？粉丝都 M 好吗？跟我指定是不是？好，最后再宣传一下，大家记得要去帮食无暇投票哦，食无暇品涵每天投票，下载少女咖啡烫游戏，每天登入就会有免费的六票，然后如果氪金的话会有更多票。奖赏非常非常厉害，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一起得到这个奖赏，加油！大家每天都帮我投票哦，一起加油！希望可以得到那个奖品，很厉害的奖品。在玩我的小撮头发，好像小尾巴、哦。那我来念一下今天的排名了哟，谢谢华华的掌声鼓励，我来念一下排名了哟。欸，我今天是用 WiFi 直播，欸，还行吗？我今天是用家里的 WiFi， 还行吗？谢谢第十名甲骨文，第九名邦伟，第八名第七 Berry， 第六草莓酱，第五金柚，第四阿华，第三华华，第二小白，第一燕世冰泉。燕世冰泉小白跟华华可以指定动作，今天很顺是吗？那我以后也可以用 WiFi。 那我今天抽签应该怎么做？我没有做签筒，你们上次说要怎么抽签，你们上次说怎么抽签啊？你们还记得吗？你们上次怎么抽签的？我上次怎么抽签的？来点新鲜的好吗？还是我吸起来，吸到几颗珍珠就是几号？我们来试一下。我吸了哦，看我吸到几个颗粒在里面。哼哼。嗯哼哼哼哼哼，四个，两个大珍珠，一个野果，一个小珍珠。哼哼，四号是谁啊？好香的抽法哦！天哪，好荒谬！是阿华哎，阿华，你今天已经指定很多了，还指定啊？
那就阿华吧。指定，这也太强，应该是冰城小白。华华阿华吗？阿华要争出来吗？小白在拱阿华争出来耶，你要让给你的下一位吗？这种指定法直接笑出来。Hello， 若克你好。其实我就是超级强，想到什么就弄什么。好强，可以指定了，原始冰泉小白。嗨嗨，阿华，你要礼让给大家吗？还是你不要？你也是可以抢走你拥有的权利。可以鬼脸吗？可以啊，三连拍是不是？一、二、三，第三个有什么？好丑哦，超丑的，猪好丑哦。谢谢厌世冰泉，品衡很强，好啊。那阿华让给你，再吃一次珍珠虫来。好，谢谢厌世冰泉的指定，可以吗？谢谢空叶的 love， 那我再吃一次珍珠。五个，金柚是吗？金柚，怎么都是一样的人？金柚刚刚是不是也指定过？好了，金柚。可以吗？厌世冰城到底投林一还是品涵？小雨你好，要帮品涵投票哦。你也是可以办两个账号啦，投林一投品涵，但是记得一定要帮品涵投票好吗？小雨好，那个阿姨下次要吸多颗点，是不是我嘴巴太小？怎么吸就是四颗五颗？我给邦伟，他今天受伤。好啊，那邦伟可以指定哦。谢谢阿华的猫铃铛。邦伟，谢谢厌世冰泉的蓝色应援棒。小白，邦伟，海怀指定。好，小雨要帮平涵投票，我真的很想要得到这个奖赏，大家都要帮平涵投票。欸，我刚刚拿起来有个很漂亮的很唯美朦胧的灯光，你看我把黑色挡在下面，是不是打光？有打光啊，不觉得它变很朦胧吗？很可爱的滤镜的感觉。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样光线很朦胧的感觉？有自带滤镜。欸，你看放下来是这样，拿起来有种滤镜的感觉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变美了？某某，那我现在一直这样拿着好了，好像有种滤镜的感觉，好美哦！这个光线怎么很美？这个滤镜自带滤镜，你看有差对不对？这是原本，这是打光后意外发现。Hello， 谢谢阿华的掌声鼓励。好啊，赶快下播了，谢谢命的看好你哦。小白说什么？记得看海豚音。好的，我要真命，可是我现在要连续十秒内用完，不能用手动作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小白，看好了，预备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我眼睛要错镜了，十一、十二，二十下是第二十，是双眼 wink。谢谢小白的真情告白，我觉得我眼睛看起来像抽筋。你是不是要截我很丑的影片啊？我是不是很像眼睛抽筋？你是不是要截我很丑的影片？谢谢小白的指定，多送了五次，平安好棒。谢谢，谢谢杨公公的掌声鼓励。还有谁？怀怀，还有那个谁，邦伟，被狗咬的邦伟，要不要指定一下？魂魄要飞了，宰你爱我的影片，之前整了平衡的双马尾攻击，今天来给小短马尾攻击，好啊！
被狗咬这个称号不好听。那我来攻击一下短马尾哦，大家要小心哦。哈，是不是没有攻击到？马尾太短，有甩到吗？有吗？有吗？还是短马尾好像只能搔痒哎，小马尾甩我，短马尾只能搔痒，马尾物理攻击，感谢你们怀怀，谢谢怀怀，不喜欢戴滤镜，戴滤镜，呀呀呀，这很有超美的萌萌美。好啦，之后要朦胧美下播，谢谢大家今天看我直播。那记得被狗咬帮我好像不在，那帮我记着阿华，下次再给他好不好？他可能忙着，就是脚很痛，没办法一直看直播，下次再给他好吗？帮我记着，谢谢阿华，感谢你 ，love you love you love love 大家。大家记得去每天帮我投票哦，投食物小品哈，下载少女咖啡厅的游戏，一起玩起来，一起为食物小品和打call吧。然后每天都要投票，对，我每天都会盯着大家投票，没投票我就打手手。你们是不是想打手手？不行不行不行，用这个惩罚。没投到票的我就忘记你的名字哦。好啦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祝你们周末开心，晚安。要去投票哦，希望可以，好紧张哦。好啦，顺其自然，希望可以拿到奖赏，但是顺其自然。好，大家下周见，拜拜。没投票就忘记你们名字哦，拜拜，我要去洗澡了，要朦胧美，朦胧美，这样这样这样，拜拜，晚安。上路线一下。晚安。